活动衣服随手抓，当众走光糗大了。一早呢就要搭车，那我就随便抓了一件平口的洋装，都快要结束了，那我们要颁发奖品，谢谢他，就拿给他的时候，衣服就滑下来，滑到我的腰间，大奖哎，大奖，对，大奖，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只是觉得我胸口有点凉，我觉得很尴尬，因为我觉得我衣服掉下来，然后层层堆叠之外，我又穿阿妈内衣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